美瑞优惠4万了，之前咋跟你说的？优惠3万2000，我让你死道不？现在全款落地14万9啊，宝贝们，按揭的话还能便宜1万。不吹牛逼，之前买完车的宝贝降价排行榜，你看完你记得一年都不来事儿吧？买完车的你就别看了，同行老师可以做一下参考。现在收车价一天一个价，我感觉再过几天一个小时一个价都有可能啊！我奉劝各位视频前的同行老师们，准新车就别收了。你看看现在干的好的二手车商都在玩什么？玩包牌车呀！10多万块钱的车，现在为什么降价降的这么快？宝贝儿，你看看六月份比亚迪的销量又破新高了，比去年年底12月份冲刺销量的时候卖的还要多呀！现在燃油车已经被打爆炸了，想买凯美瑞的宝贝们可以研究研究了。不比雅阁强吗？雅阁 1.5T 刚带式 CVT， 凯美瑞虽然是专供的20 CVT 变速箱，但是它的 CVT 变速箱起步有齿轮啊，起步的时候冲啊，但上了高速超车还得关空调，上个坡呢好像重度越野一样。但你想想兄弟们，什么时候你买过落地15万以内全款落地啊？不知道行情的凯美瑞宝贝儿，你就等吧，下半年 B9 迈腾上了之后它也好不到哪去，它敢定价高你看看，唾沫星子都得淹死它。每天带我了解新车二手车行情，祝你们越来越好，坐享新车不劳而获，身体健康。买完车的千万别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蹦起来。如果近期想买车，可以去懂车帝看一下，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，让你买车不买贵。